央视点赞咖啡机器人靠谱家。国家级展会第二届海南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全球网红咖啡机器人靠谱家受邀参展。未来十年流行的咖啡馆，中央电视台也专题报道。机器人咖啡大师为人类服务的时代到来，靠谱家机器人咖啡，这一杯敬未来。